31日，有网友街头偶遇张馨予与老公何洁，照片中何洁穿黑背心，一身肌肉画面扬眼，张馨予穿风衣露出纤细小腿，两人牵手同行，十分恩爱。此前刚完婚的张馨予在机场忙拍新戏被偶遇，艳色小西装大墨镜，再配上海藻般的长发，新造型美艳大方，脸型气场都神似万爷范冰冰。当天现身的她皮肤状态非常好，在机场的人群中摆成了一道光，一双又细又长的腿也是很抢镜了。张馨予的上半身比以往略微臃肿了一些些，网友也纷纷猜测是疑似有孕。张馨予还拿着手机不停地发着信息，看来是和老公何洁聊得不亦乐乎啊。据悉，这部新戏的合作对象是黄轩和佟丽娅，希望看到他们的新作哦。日前，张馨予微博大方分享婚礼视频，视频中张馨予身穿一袭洁白婚纱，美丽端庄；何洁身穿笔挺西装，率领好兄弟伴郎团前去接亲。张馨予独白分享到：“以前我经常会想象我的真命天子到底是什么样，现在我终于可以特别骄傲地说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。”